爱我唔爱我爱我唔爱，即刻答，唔系叫你答爱唔爱我啊，系今集运动不常识，想你即刻答一个羽毛球到底有几多条羽毛咧？十一、十七、十六。咁醒，点解要授权啊？知唔知？其实咧，我唔系好知答案嘅，不如就揾前香港羽毛球代表、2004年杰出青少年运动员得主黄伟康答大家。国际羽联嘅比赛咧，规定咧个羽毛球有16条羽毛嘅。当时咧，个科学未有研究得咁标准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哋就会攞去你嘅平时打比赛嘅经验啊，即系练习嘅经验嚟定。咁后面佢哋试过，哦，原来16条羽毛咧系觉得最平均咯。网上面嘅咧都好多讲法嘅，佢所講就話二嘅平方數咧係最完美對稱嘅，咁其實咧係冇科學根據嘅，大家唔好相信啦呢個。成日運動唔單止可以鍛鍊身體啊，仲可以學埋計數添。咁記住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、可口可樂全力支持嘅樂動聯盟熱玩運動獎勵計劃啦！做運動兼且有機會贏獎品添。如果我細翻10多-20年啊，我都想參加。